金龙鱼。你拉高来着，关你娘的屁事儿！我想从哪里弄来就从哪里弄来，你就说吧，值不值30两银子？算你小子有本事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就这条鱼，最多只能抵你的一大。够！放娘的屁！刘才，不要太过分了，这些鱼至少值30两。他奶奶的，本老爷我来讨债，你们这些泥腿子在干什么？你信不信本老爷我一句话就把你们关进西天大牢？刘才，你以为你是县老爷说穿就抓人呢？王宇是欠你钱不假啊，但这鱼你也看见了，如果你再欺负王宇，我叫哥弄他。废话，敢跟老子耍横，你信不信明年夏秋收粮的时候老子提斗十次？提斗？还心浪费的王八蛋啊！收粮的时候你们刘家村只提斗2次，我王家村凭什么提斗4次？就是都移出来了还不让我拿回去，都进来这小丽的口袋里面。你要是提斗10次我们就不纳粮了。那话放着，把他们弄残你。刁民，你们这是刁民，我可是朝廷里子，你们对你最彻的，你敢动老爷我？你信不信县太爷把你们都流放从军？六三，你是不是认定今天吃定我？没错，本老爷不认账，你这个债就永远还不了。不服气的话咱们去衙门。你是不是今天就不讲理了？我就是不讲理了，我是要人有人，要地位有地位，不过你嘛只是一个败家子。败家子儿？你敢欺负老爷我？算个屁的老爷，你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吏，乡亲们不敢打你，我一介童生打死你。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给我弄死他！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给我弄死他！你说呢？我对三叔可是从这边都退的，大虎二虎从小跟你，你们这几个人还不够格？王嫂啊！哎呀，求求你别打了！哎呦，撞死我了！你的债不能你还了，放过我行不行？那你说这鱼值不值30两？对对对，买个东四都够了。那这债能还清了吗？能还。借据。带上你的鱼，我滚！以后我要再看你欺负乡亲们，还有恶行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半汤。对的。对对对，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恨死老爷我！何大爷，慢走啊！李子，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欺负，要不带人打进去？不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倾家荡产，老爷，你老子担着。当家的，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我在想，我要是真的被刘有才羞辱，那不死了算了。新婚之夜，不是，当家的，我没有经验，听说第一会很痛，你可不可以轻一点？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女人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，以后我们还要生好多好多的。当家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以后不要再叫我当家的。就让夫君好好的
真是神清气爽。咦，若心，夫君，你怎么了？还疼吗？嗯，还有一点。昨天晚上都怪我不好。你刚刚在弄什么？我就是看夏利服的余秋卖完了，就想织点布拿去卖，补贴家用。能娶到你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幸运，能嫁给夫君也是我的幸运。对了，若曦，你就用那破玩意儿织布吗？怎么了吗，夫君？咱们大康都是用这种织布机的呀。这大康也太落后了。用这破玩意儿织布，得织到猴年马月去。你等着。夫君，这也是纺织机吗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当然，这就是我的新发明。摁一下，推一下，摁一下，推一下，摁一下，推一下。你看。你看这布出来这么多，夫君，这纺织机真厉害，有了它，我一天就能织好多布了。那是自然。这算什么？你要是见过现代的飞梭织布机，那岂不是亮瞎了眼？小云在家吗？哎，叔在呢。小云，按照你的安排，我已经把村里人召集起来，成立了一支捕鱼队了。多谢你了，叔。哎。这点辛苦算不了什么，我就是担心呐。怎么了，叔？你看，你这捕鱼的秘技可是你养家糊口的本领啊，你就这样传授给了大家伙，我就担心有人学会了会离开。叔，我也不光指望捕鱼发家致富，这愿意离开的人，说明他跟我王宇无缘，也走不远，对吧？宇哥，怎么？难道还有更好的发家致富的方法？大红，宇哥肚子里有墨水，肯定好。当当当当！我去，宇哥，这什么稀罕玩意儿？小野，这也是你算出来的？当然了，叔，我准备再做十几二十台，再雇一帮人来给咱们织布。哎，宇哥。都这么说，有了这玩意儿，这一天岂不是能出上百匹布？嗯，宇哥，你这么厉害，你从哪学的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宇哥可是重生，这将来可是状元呀。这东西肯定是书上学的呗。大聪明，我去你妈！你会不会吃老人呐？老手老脚的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刘少来了。哎呦，刘少，您来的，让你办的事情。啊，这废物，事情没办成就算了，还被打成这副德行。刘少，这实在是不怨我呀，多怪王爷那小子，他不按套路出牌呀。屁话，他不过是一个败家子。我只不过让你把李若曦给抓回来，连这点事情都办不成。刘少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小蹄子，可是她可是叶妹呀。再说了，她都已经嫁人了，何况你要是我，还被人打成这样，我呸！你不过是我旁支的远方亲戚，还有脸称我二叔？再说了。他一个败家子配得上我的若曦？我跟若曦还是青梅竹马。老东西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办不成，我可保不了。明白吗？嗯。老爷，消消气。快！王宇，若曦，要你好看。若曦，
你也休息一会儿，这样怪累的。夫君，我不累，我再织一会儿，咱们就马上去品粮，到现在就卖了。嗯，我已经通知大伙他们了，咱们一会儿就去。嗯。